上海的特色就是石库门。是的。但上海现在都弄了一些假的石库门房子。上海的历史是石库门，但是不单单是石库门，还要了解，就要了解石库门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那才算了解上海的石库门啊。这是您家，这个大门还是原来的是吧？大门是后修的。这个门两边的造型是原来的。对对。里面好多植物呀。对，它乱七八糟的，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呀，有些是自己长出来的。这像这棵那个这棵这样，旁边这棵也是自己长出来的。啊，这里还有好多啊。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呀。是，这棵树都长这么大了啊。对，这棵也不知道什么树，它我锯了好几次，它就长了这么大。香樟树看样子像。哦，像是香樟树，他们锯帮我锯的人，他说好像有股香味在锯。这藤蔓已经爬到屋顶上了。对。难怪你说这里有很多植物，确实有很多。就是今年我的喇叭花还长得不好，去年喇叭花开得很好。嗯。你的前课堂里面全是报纸。还有报纸还没卖掉。是吧？好多报纸啊，书籍。对，我留了一些。是现在家里比较乱，走不过去就不过去了，是没办法走过去。这里看是两层嘛。你到外面来看。哦，还有一层。你到外面来看了，你在这后面看。哦，上面还有一层。对。最上面一层是凹进去的。对，不平。对，就是呢，这个斜坡。斜坡。对。第三层是加上去的。加上去的。假三层不是假三层，真三层，但都是单平顶的，都是真三层，但是就是自己搭的，不是原始的。是的，那这都是统一搭的，好像是、啊。统一搭的，对对，一个承包商搭的。嗯。同一年，48年。那你们家一直住的挺宽敞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家以前人多哎。哦，你爷爷还有我伯伯、姑姑、哦，姑姑也在这边住。对，哦、以前人多哎。是。后来嘛，他们都出嫁了嘛，出嫁了，搬走了嘛，搬走了。我们人就住了宽敞了，所以我父亲学校里房子分配不到呀，因为你们面积超了。对，超了。大家晚上吃什么？随便吃点，反正面我喜欢吃面食，面什么馄饨啊，弄点吃什么就可以了。嗯，自己下面吃今天。对，开开心心的生活。我还算不开心啊。我做理财，您是比较乐观的。我做理财被骗掉了40万。啊、如果要生气了，早就气得生气的不得了了。做什么理财被骗到这么多？对，上当了，反正他。是网上的。不是网上，就是他们打电话来。就您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，对，说是有集资，有高利息。不是，也不是很高的利息，都因为我以前也存过这个。什么保险啊什么的也存过钱吧，那么他们就打电话过来哦，你来看看什么的，又结果嘛，利息你说高吧，真的高我倒也不敢存，我想5%6%嘛，大概还可以吧。你一下就存了40万进去？不是一下存了40万，陆陆续续的。陆陆续续的。叫您去开会，然后发东西是吧？对，结果东西没发到。要买东西，还要买东西什么的，东西没法的。后来就说存钱，开始说存了一点，后来就分几个地方嘛，弄到了40万。多长时间了？好几年了。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法院叫我等，我说我看是难。叫您去开会的那帮人再也找不到了。找不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上了那个电视剧的当。电视剧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叫《回家的路很远》吗？结果，里面说，如果他们业务员，这如果出什么事，业务员也要抓起来判刑的。这结果我去这个问嘛，他们也说了，他们说我们如果骗你了，我们业务员也要判刑的。根本我想，这大概是可以的，因为电视剧里也是这样嘛，就相信了他们。结果后来我听见公安局说了，他们都是假的身份证，抓不到的，就是老板抓起来。他刚一开始就是设好的局。对是。开始因为
我因为不是只存，我也存了两三年了。就两三年一加起来存了40万。啊，对对对。不是存在一家的。不是存在一家，四家。四家，每家相当于10万。没有，不是每有的一家是12万，一家是19万。嗯。一家是。还有另外两家是几万的。几万的，对。嗯，是的。一生的积蓄全弄光了，如果要想不开。那可不能、啊、那可不能早就生病了。嗯，那不会想得开算了，譬如没成再等一等，说不定啊能找回来，能找回来，能不能找回来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人家比我多的也有、嗯、对吧，想想人家几百万了，哎，我这算了，人家比我多的也有，那就心态放平衡平一点算了。是的，您是能拿得到最好，拿不到也没办法。是的，乐观的生活，那只能再等等看。只能这样。